各位同学，大家好哈！不管大家是在线上或者是来到现场，那我们今天其实请到的这个贵宾，这个科瑞维安，是来跟同学这个介绍我们做学术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一个资料库到底怎么使用，可以让大家在搜寻研究相关的这种资料的时候，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这其实是对研究毕业的同学，或者是这个，特别是博士班的这个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研究生的技能。那所以我不多说哈，就把时间首先我们交给这个第一场是这个关老师。谢老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我其实不太知道大家对于这个 Web of Science 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因为可能对于老师们他们会比较了解，可能是在 Science 或 Social Science，但对于人文艺术类的同学，你们在平常在使用到这个图书馆的资料库，可能对于 Web of Science 不是这么的熟悉，所以今天在上半场的这一部分，我会跟大家讲一下，试着去用国外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这种专业学术资料库，帮大家去收集更多，无论是你要有一些设计的灵感，或是看一下在同领域的这一些同侪里面，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研究。Web of Science 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可以帮到大家去收集更多的情报。所以我今天就把我的这个讲座的名字叫"从科学研究去窥探艺术"。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公司呢，其实老师应该对科瑞维安这个名字是很陌生的。那如果同学看一下右边的这个紫色的地方啊，或多或少至少你知道一个，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资料库也好，EndNote 图书馆最多的这个课程场场爆满，教你在写论文的时候怎么样输用这个输入管理软体去帮你增加快你这个写作的程度啊。那对于老师来说，可能在这个 impact factor 啊，或者是 SCI，其实相对是耳熟的。但是其实对于科瑞文，大家会相对的陌生，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在汤森路透，也就是路透社，大家的新闻路透社在这里面是其中的一个事业群。但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事业群独立出来之后，我们要有自己的名字，所以叫科瑞维埃。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的名字的一些如何变更，其实大家只要了解在右边的产品，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名字的变更底下，我们其实都是无缝连接，是提供大家很好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服务哦。科瑞文可能对大家来说它是一个很新的名字，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大师年表，它其实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学术这个产业，我们已经经营了这个15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哦。那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一些转变，但也都不妨害我们在对学术工具的发展跟串联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相信，在150年里面，科瑞文的产品在深受这个科学家跟研究者的一个非常好的认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稍微去做了一下统计资料，是从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这个论文发表数我统计到了2016年，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的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哦。怎么样从这些资料去帮忙大家去找到你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标的，甚至是投稿的资料，其实可以透过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帮大家去做这样很好的一个平台，当做这样子的一个跳板跟入口哦。那科瑞文在做这个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不是只是单做一个资料库。从画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跟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或是这些研究组织，去关心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大家正在关注的焦点话题。比如说，在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在机器人这边，或是人工智慧，甚至是能源、绿能、永续这个经营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跟各个学界也好、业界也好，有很好的一个合作。原因是因为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资料非常足以能够提供这些资讯，让科学家去窥探下一步的这个研究发展应该会是长什么样子哦。所以大家对于 Web of Science 的资料应该是要非常有信心的。那 Web of Science 是这个收集学术情报的第一站，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先来谈谈我们今天因为到了这个应用艺术研究所哦，在艺术跟设计的成果发表途径，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首先呢，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但我大概自己去查了一下，在艺术的一个成果发表大概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去参加比赛或是这个奖项，就左上角是放这个红点设计，我想我这个不是非艺术人的，我大概都很都知道这个知名的奖项。那另外一种的一个成果发表可能是在这个所谓的工作坊或是去办展览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有没有更多的一个方式可以去把你的研究成果或是设计成果去做更好的一个发表呢？其实有的，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去介绍，就是利用这个学术期刊的发表来帮大家去把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个这样子的散布。如果我今天要选择在这个学术期刊做发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老师或是同学来问我说，哎，关小姐，我想请问一下，那在艺术人文领域里面哪一些期刊在我这个领域是有影响力的，那我该怎么去做投稿？我常常收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希望今天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讲座，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怎么样透过 Word of Science 去找到适合您投稿的这个期刊，或是长期追踪的期刊。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就是要关注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主要是因为 Web of Science 跟大家常用的这个 Google Scholar 的不同哦，一个是免费的资料库，一个是这个专业的学术资料库。原因在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收录所谓的期刊，我们是有所谓的一个收入门槛，所以不是全世界的这个期刊都会被收录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选刊的标准，帮大家去找到在这个领域里面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那每一本期刊被我们收录进来之后呢，我们会去完整的去收录每一篇文章的资讯，除了全文以外。好，大家听到这里不要紧张啊，就觉得哈，没有全文怎么办？那后面我会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可以帮大家去找到这个全文。Web of Science 已经帮大家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机制，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在找资料，其实已经没有人说我找不到资料，而是要找到有用的资料，否则你永远是在花时间去删去你不要的资讯，那个其实就花了更多的时间。所以对于 Web of Science 里面，我们帮大家去严守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是希望可以帮大家去节省很大量的时间，然后你在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里面，你可以很快的找到跟你领域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 Web of Science 里面有六大专辑，那目前呢，我们交大有第一个 SCI， 第二个 SSCI， 还有第五个 Conference Proceeding Citation Index， 也就是研讨会的这个论文集。 Web of Science 所收录的这个期刊不仅限于科学领域的，我们也收录了社会科学、人文艺术。所以在这一块呢，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分类总共有254个学科这么多，所以一定可以找到跟你有相关的领域。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人文艺术好像 SCI 我可能用不上，那在这边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专辑，可以提供给人文艺术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来做查询。那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R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哦，等一下我就简称叫 ANHCI。 在 ANHCI 里面，我们所收录的也是期刊的类型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来源。所以以收录学科来说，大家看左边紫色的这一块，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学科领域，有艺术，有建筑，有电影、广播、舞蹈，甚至是很多是文学、音乐等等的这样子，大家可以试着去里面找到跟你有相关的领域。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在我们交大的这个应用艺术研究所，可能比较多的是在艺术，因为有工业设计，或是有一些传播相关的领域，所以我特别用几个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收录学科这边一定会有跟你有相关的。那可能会有同学会说，为什么没有一类叫设计啊？在这边呢 ，design 的这个学科里面，其实大部分是含在艺术这一块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担心，可能常常需要找到艺术这个，那怎么没有在上面？其实就含在艺术这边。那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资料类型啊
AHCI 是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专辑，大部分在 Science 跟 Social Science 里面的这个专辑可能会以论文就是这个 article 或是 review article 比较是大宗。可是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这个 AHCI 的收入类型，你们会发现原来期刊在发表的时候它有更多不同种的这个发表类型。比如说我有特别把它标出来，有一个叫艺术展览的 review 或是这个音乐表现的 review，甚至是很多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这样子的资料类型，其实都是期刊会收录的类型。那大家可以进来 Web of Science 里面去看看说在不同类型的收录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做发表的，可以帮各位同学去更了解说如果我今天不是去参加比赛拿奖项，或是我可能不是用一个展览的方式，我想要投稿，那人家投稿怎么写，你就可以进来看看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刊他们的收入的一个方向到底是怎么样，就可以透过 AHCI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收集。接下来是语言，也是大家比较会 care 的一个部分，就是 Web of Science 在 AHCI 收入的这个期刊的语言也就是说他要用什么语言去进行发表，大部分还是以英文是大宗，因为毕竟英文还是现在大家在全世界沟通的一个主要语言。但是有人会说，那你们有没有收录其他国家的语言，有没有收录中文呢？那很明显的在画面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收录世界上各种不同的语言，而中文也在这里面啊，总共有超过4000多篇的文章是用中文发表的。所以这时候同学就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那如果在中文发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期刊是跟我比如说工业设计有相关的，或者是传播艺术有相关的，可以再去里面去做寻找。那我稍微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台湾的期刊有哪一些进入了这个 Web of Science 里面 AHCI 的这个专辑，大概有8本期刊在这里面。那我特别把2个标出来是跟设计有相关的，其中一个是这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是这个台科大它所主办的期刊。那大家看一下中间这个领域就特别的多，因为一本期刊它不会只分在一个学科领域，它可能会跨好多个领域，所以可以看到它这本期刊既是放在艺术类，但它也放在这个工程领域类。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那它是不是在收录的内容是跟这个所谓的工业设计有相关的那它所发表在里面你要投稿的话，它是以英文出版为主。那另外一个是台大的这个台大 Journal of Art History， 那这个部分它大部分是以艺术史去做收录的，那它的呢就是用中文来做收录的。那实际上我们交大这个人文社会学院其实也有一本期刊被收录 AHCI， 就是在最下面的这个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这本期刊也被我们收录在 AHCI。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去看看，如果我们是要投在这个台湾的期刊，那有跟艺术或是设计有相关的，也许台科大这边大家可以长期去追踪一下它所收录的内容到底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在全台湾发表论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人文艺术领域主要发表的学科是哪些呢？可以看到在最左上角的大部分都还是以这个语言或是语言学为主，但是我用绿色框框稍微框起来，会看到还是不乏有艺术或是建筑、音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发表领域也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投入。那其实我就相对回来在我们交大的人文社会学系相关的一些教学单位，你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其实 AHCI 的这个资料库是可以符合就是我们在人社学院里面的这些不同的科系。那当然因为今天是以应用艺术所在这边我们来做，其实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整个全交大的这个学科 Web of Science 的这个领域都是可以符合的那我相信大家这边就很有兴趣说那个艺术那148篇是哪148篇那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在大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都可以再去看看。那在这里面呢，我稍微去看一下这个是以台湾发表在这个艺术领域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就是刚刚说的148篇，我在 Web of Science 把它抓出来。
那大家要注意，就是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这个资料库，因为是国际型的学术资料库，所以在搜寻的时候都是用英文输入及英文呈现的。那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哎，有一些是中文的这个页面，那是因为我想说用中文大家比较直觉，所以我就偷懒用了 Google 翻译，让大家去看到更好的内容。那大家要注意哦，上面所看到就会是如同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都是英文的呈现。在这个艺术领域，大家会看到哦，有一些是产品设计，有一些是跨这个所谓的文化跟设计的综合，甚至其实我在里面很多找到的是使用者体验的相关的研究。所以不妨大家可以进去看看，如果你是在做相关的设计，也许可以从里面去找到一些灵感。那在这边呢，就是我用这个 Google 翻译给大家看一下，我从里面去找到一些跟工业设计有相关的主题。其实你会发现他所发表的期刊不一定只是被收录在 AHCI 的期刊，他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期刊，有一些期刊其实是会在Science 或者是 Social Science 的期刊都有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是跨领域，大家注意看一下，我把这几篇文章抓出来，一个是包装设计，是跟色彩学可能有相关的，那接下来它是跟这个穿戴式装置跟设计是结合的，所以在这边领域可能就会结合到 AI， 甚至结合到这个演算法，甚至是结合到 IoT 等等的这些不同领域，甚至 Science 领域的，都是可以去跟设计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稍微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我们在收集所谓的学术情报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讲情报，不是说文献，因为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其实从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是你们可能没有想过的。从里面你可以去看到说，哎，实际上它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资料库，我也不用去做什么样的线索，我就可以找到其实跟可能是跟工业制程有关系的，或是跟工业有相关的，甚至是商品有相关的，可以再去广泛去启发我更多的设计，是可以从 Web of Science 里面去找到的。那我今天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大概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就是从一开始的如何我进来 Web of Science， 我要怎么样初步去收集我要的文献，再来透过资料库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去帮你们进阶去找到更高相关的文献，然后从领域去了解在这个领域里面，比如说是工业设计领域也好，传播领域也好，我去怎么样去了解我的同侪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技术，也许可以把它拿来当做这样子的一个借鉴。那最后呢，有些同学需要投稿，或是老师您需要投稿，我要怎么样从我既有的口袋名单再去增加更多在这个学术领域的这个期刊。那对于同学来说，我可以持续去抓几本我喜欢的或是有相关性的期刊，长期去看它的文献，那可以给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掌握。那接下来大家看到，如果你们在看到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某一篇文章打开来，会是如同画面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画面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据我知道，大部分同学在资料库里面找到，就是找文章是怎么找的，我看标题跟我有相关的，可能我现在就是在找一个穿戴式装置，然后呢只要标题是属于穿戴式装置，我就二话不说立刻下载全文，对吧？大部分可能60-70%是这样。那可能再精细一点呢，我会把摘要打开看一下摘要跟我有没有相关。但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我们虽然没有收录全文，但是呢有一些资讯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Web of Science 会把每一本我们所收录的文章去做这样子栏位的收录。所谓的栏位收录，就是我们会把文章标题放进去，作者放进去，还有他投稿的期刊关键字，以及这些作者来自于哪一些机构。右边大家看一下引用资讯，什么是引用资讯呢？等一下跟大家讲。所以我今天会以这四个栏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好像不是直接关系的，从里面去找到那颗珍珠。那也可以透过 Web of Science 去实现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四个大步骤。首先，我相信关键字一定是同学甚至是我自己在搜寻文章的时候的第一步，但是大家要注意，关键字不是唯一的搜寻方式，它是个开始，但它也只是一个辅助。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 Web of Science 的一篇文章里面，我们有把这个关键字把它放进去。而这些关键字的来源是什么？第一个，大家看一下画面里面的有一个叫 author keyword， 也就是作者关键字。这边的作者关键字指的是这一篇文章的投稿者作者在自己下的关键字是如同画面里面的六个，也就是说他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关键字被使用者找到了他这篇文章。那另外大家会再往下看，有个叫 keyword plus。keyword plus 是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另外赋予给他的，就是在作者没有给的关键字以及 title 里面没出现的，我们认为是极大相关性极高的这个关键字，我们会额外给出来的。所以其实可以透过关键字我们做什么事情呢？等一下大家可以试着进去 Web of Science 这个资料库里面，我在这边我用了这个栏位，我们用栏位检索的概念啊，可能不像 Google 说我就一条 search bar， 但是在这边因为我们是一个更专业的学术资料库，所以大家试着去习惯用不同的栏位去寻找。那一进来呢，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预设的都是主题，那主题所找到的是什么栏位呢？就是如果你的标题摘要以及刚刚大家看到的关键字符合我们左边这个输入栏里面的关键字的话，它就会被找出来。那在这边我的例子是用这个工业设计去把它去做这样子的收集，但是大家会发现哦，为什么要用两个那个双引号把它框起来？因为大家要习惯一下，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打 industry design， 那一篇文章 industry 可能在第一个字， design 在最后一个字，但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关的文章也会被找出来。所以你用这个双引号把它关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找 industry design 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有相关的就找出来。那我再找出来在这个工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总共有2000多篇的文章是可以被找出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就可以透过在排序同最新的文章日期或是被引用次数等等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搜寻。但是呢，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文章的摘要标题作者关键字不符合你的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它可能你就会 miss 掉这篇文章。所以用关键字它可以说它是个蜜糖也是个毒药，因为你很容易错失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文章。有些同学也会问我说，哎，关小姐，我想问一下，我的关键字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它本身就不是这么的广泛，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领域，所以我不知道要下什么样的关键字。大家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先用你熟悉的关键字去 Web of Science 里面去做查询，然后呢再去找这个相关的文章里面把它打开来，去在这个 author keyword 或是 keyword plus 去扩展你的关键字，那这样子你的关键字会越积越多，就会越来越找到跟你高度相关的这样子的文章。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大家应该不难入手 Web of Science 去找到相关的研究。在这边 Keyword Plus 大家会看到每一个都是淡蓝色的，所谓的淡蓝色就是它是可以点的，可以有另外一个连结。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你现在是想要了解说，哎，那我想去看看 design research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章，你只要把它点下去之后， Web of Science 会把所有符合 design research 的文章全部再帮你抓出来。所以可以看到我刚刚从一篇文章立刻拓展到了4000多篇，那在这4000多篇请大家务必还是要去做一个基本的筛选，那找到你这个 高度相关的这个文章。但是对于一些关键字本身词汇就不是这么多的领域，这是一个很好拓展的一个方式。那也就是刚刚说了，关键字它有时候会让大家去更错失一些好文献，那怎么样有一些补充的办法帮大家去找到更好的一些文章呢？这时候我们要看到右边的这一块叫引用资讯。引用资讯是 Web of Science 最核心的价值，也是跟其他资料库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跟大家稍微讲一个概念，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不是关键字的方式，是用引用资讯帮大家去滚带出更多高影响力的文章或是相关性高的这个文献。请大家试想一下，今天我关心的是画面上这个 A 这个学者，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被 B 这个作者找到了，他把我的文章当作他的参考文献，所以 B 来引用我的文献，
基于我的研究基础，而一样 B 在基于我的研究基础，他有其他的研究，他也一样发表在期刊上面，被 C 看到了，所以他可能又把他的文献当作参考文献。所以你会试想着，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下，我可以透过一篇文章去拓展很多不一样的资讯，帮你把所有的文章都在Web of Science里面去找到。这有一点像是连连看，也有点像是这个所谓的蜘蛛网，可以帮你去无限的拓展。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请画面大家看一下，2010年是我关心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写文章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用参考文献，对不对？你们一定会去看一下不同的研究者的一个既有的研究的发表或是研究的基础，那跟你有相关的，你就会把它当作你的参考文献。所以同样的道理，我2010年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去参考了主编的这个参考文献，这四篇文章当作我的参考文献。在我10年发表之后呢，一定也有跟我主题相关的研究者找到了我的文献，他把我的文章当作他的参考文献。所以在右边这块我们叫引用文献，因为右边的这一些学者文章来引用我的文章当作他的参考文献。目前这边应该还清楚就是引用跟我的文章被别人引用。那在 Web of Science 除了这么简单的连结以外，我们还透过了另外一个叫共同引用部分的参考文献，我们叫相关记录。比如说画面中间我的文章2010年这篇文章跟右下角的这群文章，我们也许有部分引用关系或是没有引用关系，但是呢右下角的这篇文章跟我的文章，我们有共同引用部分一样的参考文献。所以大家可以想看看，如果我们两边所用的参考文献越雷同，是不是代表我们的主题越相关？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帮大家去滚出更多有相关的文献。相关记录也就是刚刚右下角这边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是论文奖它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引用的是这 A B C D 这四篇文章。那论文乙呢，他在引用的时候是 B D E F 这四篇文章，所以 B 跟 D 是他们共同引用的文章。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两个有主题相关的一个相关性。那怎么用这个引用资讯来帮大家去拓展这样子的一个文献呢？首先请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在右边的这个引用资讯，如果你找到一篇文章你很喜欢，是跟你很相关的，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更多的文献的查找呢？首先第一个看到那个9有没有，它下面是 time cited， 也就是引用次数，这篇文章被别人当作参考文献，被别人引用了9次，有9篇文章来引用了刚刚这篇文章。你可以透过这个引用次数去了解，在同一个主题它可能有不同领域的人来引用它，那甚至是有一些是属于研讨会论文，甚至是 science social science 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来引用这篇文章，你都可以知道说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是跨领域的。我们来看一下我就又偷懒了，我用那个 Google 翻译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在这里面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所以我就用 Google 翻译。可以看一下在这里面呢，这九篇文章分别有跟穿戴式装置的参数的一个改进有相关。除了这些所谓的论文，实际上你会看到第三篇它其实是一个研讨会，而这个研讨会是什么？是穿戴式这个装置的一些计算机的这个研讨会，所以它是一个跨领域的。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甚至是包含材料的设计等等的这样子，它其实都可以发表成所谓的研究论文。从里面我就去把它特别框出来，跟这个设计有相关的，就是比如说第五个它是一个材料的，然后第六个是跟这个一些灵感设计跟穿戴式装置是跟针织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文章下载。而这样子的一个文献是刚刚 keyword， 就是用关键字也许是找不到的，但是实际上是息息相关在穿戴式装置这一块的一个文献，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搜寻。除了利用刚刚说的引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还可以用什么样的资讯呢？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
文章在写这个 paper 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参考相关的这个主题。所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你可能去图书馆或者是在你的研究室印了一篇全文下来，全文后面最后一定是你的参考文献。但是你知道哪一篇参考文献是最重要的吗？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我们会把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逐笔逐笔的放在这个资料库里面，让你可以去交互的这个查找之外，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右边，我们一样把每一篇参考文献提供它的被引用次数给你去做参考。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文章被别人当作参考文献，你的文章被越多人引用，代表你的影响力越高。所以你可以利用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的参考文献右边这边的被引用次数，去帮你当作一个选择文章的一个很好的辅助。那在这里面就不妨有这个研讨会文章甚至是书等等的，都会在上面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这里面有刚刚有说针织，所以看他去参考了什么电子纺织品，甚至是一些商业的设计，甚至是去了解使用者的体验，就是在最下面的就是他的产品设计跟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影响，可能甚至有影响到一些心理层面都有的相关的研究。所以这部分是也许大家曾经以前没有想过的，可以透过 Web of Science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文献的拓展。接下来可以看到刚刚跟各位讲的相关记录，它是在这个每一篇文章的这个引用资讯里面有一个叫related records， 中文就叫相关记录。它一样、透过共同引用去帮大家找到这个更多的文献。所以如果你点进去 related records 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点不一样。在画面中的这个资料库的右边，你们看到共同的参考文献六篇，共同的参考文献两篇，所以代表这篇文章跟我左边的这一篇文章，他们两个在参考文献有六篇的文献是一样的，所以它的这个主题相关性是相对的比较高。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再帮你去做更多相关主题的一个文献的拓展。这个部分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除了透过关键字以外，我还可以透过 Web of Science 这个引用跟被引用的概念去帮大家去找到这个文章。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右边是不是这些文章的被引用次数都是零，就是文章没有被人家当作参考文献。但这个也有一些关系是因为主题的问题。实际上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不管是在设计或是人文艺术这个领域，文章发表不是他唯一一个成果发表的一个途径，他可能是去得奖，或是他是写书，或是他在参与展览。所以一般人文艺术类的被引用次数可能会发酵的比较慢，甚至是没有被引用的，但不代表这篇文章它的影响力不高。那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叫文献用量指标。什么意思？在 Web of Science 我们会去计算全球在用 Web of Science 的这些使用者，如果有下载这一篇文章的次数，或是下载这个书目的次数，我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两个指标，一个是过去半年有多少人去下载这篇文章的全文，它不代表他一定把它当作参考文献，但是他把它下载就代表他有兴趣。另外一种是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他被全球的使用者去下载全文的一个次数的一个统计。所以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你除了可以用引用次数帮你去参考判断这个文章的影响力以外，你也可以用使用情况技术去帮你去做一个选择，就是他可能被引用次数是零，但是他有被很多的使用者去下载全文，代表他也有一定的一个文章影响力。所以这个在哪边去找到呢？在画面中的右手边啊，就是你会看到除了被引用次数，其实会有一个那个下拉选单，你把它打开来，它就会有一个使用情况技术告诉你全球对于这篇文章下载全文的一个使用。那如果你要去看单篇文章的话，它的使用技术就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就是刚刚的引用资讯的往下拉，
他就会看到这样的技术，可以帮大家去补足，就是对于人文艺术的这一块无法用被引用次数，但他可以用这个文献用量指标帮大家去找到一样很受欢迎的文章。那接下来呢，刚刚都在讲这个所谓的收集文章，我想差不多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关键字引用跟被引用这样子的概念已经可以帮大家去找到跟你的领域有相关的文章。这时候大家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关心一下我们工业设计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大家发表的主题、发表的概况 到底有哪些。那这边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今天你也是要用论文去发表你的成果的话，你至少也要知道在这样的主题是不是已经有人发表过了。如果你在发表，其实你很容易在投稿的时候就被主编拒绝了。你也可以再从里面去看一下，哎，一样领域的里面到底有谁也在做这样子的研究，也许是可以合作的。在里面啊，大家有没有注意，还是回到这一篇文章，作者地址。大家仔细看一下，作者地址是作者在投稿的时候，期刊一定会请他把他的所谓的机构写下去，所以大部分呢会写第一机构跟第二机构。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第四个地方是这个台科大设计系，那你看第一个呢，它是荷兰的，它是工业设计系。我可以回到 Web of Science 里面，然后呢，我的栏位这时候改变了，刚刚是主题嘛，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把它改成地址，那地址我这时候我就会把我刚刚找到一些文章的这个有关于工业设计或是设计系的，因为不是全世界都有工业设计，有些是设计系，甚至有不同的名字，但我没关系，我就大致了解一下。所以我在我的搜寻栏位我就放了 Department Industry Design or Department Design。 那这边的这个输入的语法其实就是参照刚刚上面的这个作者地址的写法，其实大家就做这样子很简单的事情，你就可以去按检索，检索出来之后其实是我非常多篇文章，但是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机构，会不难发现全世界在这个工业设计或是设计系的有这么多的大学或是研究机构在做论文发表。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说，哎，那在台湾的一些相关的学系它到底在做什么样的研究跟发表呢？所以这时候我为什么一直说是情报，它等于是帮你除了在收集文献，更多的是情报的收集哦，好像007，对不对？那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特别把成功大学标注出来，因为它大概是在这个工业设计或是设计系里面，台湾第一个发表文章最多的，有416篇。这时候我可以打勾之后去做线索，文章就会出来有关于成功大学的这个设计系或工业设计所发表的文章。那一样我就先把它翻成中文，大家可以看到它有高脚杯的设计，甚至是跟妈祖的那个皇冠有相关的设计，其实蛮有趣的，结合在地文化。它甚至是有刚刚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使用者的体验舒适度的一些分析。如果你是在做相关的研究，或是你想要发表文章，你不知道到底什么主题可以发表，你就去看看我们台湾的学系的这些老师们或是同学们的发表都是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你就可以从里面去看到很好的一个研究动态。那透过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是可以合作的或是基础的一个研究的借鉴。在这边呢，基本上你们可能看到一些文章，已经有同学已经有感兴趣了，可能特别对妈祖的那个就特别想要看一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或是高脚杯的设计。那我刚刚说了 Web of Science 它不是一个全文资料库，但可以帮大家去做很好的全文下载是什么呢？请大家可以到这个 corporeal.com 的这个网址去下载这个免费安装的浏览器插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成大的设计，这个应该是工业设计系的文章，是跟高脚杯有相关的。我去下载了这个插件，那我只要按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左下角一个很突兀的绿色的一个长条形的这个点标，它会自动透过浏览器去帮我找到这篇文章的全文，我不需要去跳转到 Google Scholar 或者跳转到这个学校图书馆去找到这篇文章，这个软件会自动帮你去连接合法而且是这篇文章的全文。对我来说，这个文章我只花了3秒，它自动去找到之后，
它就呈现了这篇文章。如果你去注册了这个 Coprono 的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 Chrome 上面的话，你是会有一个云端的空间帮你去储存这个全文的，你也可以 download 下来，甚至是去 export， 就是汇出到你的 EndNote， 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主任或者给你的指导老师，是非常好用的。所以这个是免费下载的，这也是科瑞文案去收购这一个新创公司，希望可以帮大家去加快你们在寻找全文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所以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经验哦，就是我在不管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文章我很喜欢，或是在其他的资料库我看到一篇文章我很喜欢，但是呢我要去找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必须要透过一些全文的连结，然后好不容易找到这篇文章是在某一个出版社的这个网页上面找到了全文下载，发现他要我刷卡哦，美金多少钱，你要跳转画面，你要去找这个哪里可以下载，下载的这个 icon 有时候是 PDF， 有时候是 full text， 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在 Coprono 里面你只要安装了之后，你就可以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它自动帮你去搜寻交大已经有订购的期刊，或是网络上免费这个 open access 的期刊是合法的，你只要点一下左下角的 PDF， 它就自动帮你抓下来了。所以这个是跟今天大家额外分享一个，就是在下载全文这边很好用的一个工具。这边有教学影片哦，大家可以试着到 Corey Wan 的脸书上面，我们有一些教学影片，那这里面他会教你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安装。回来刚刚的主轴就是刚刚讲了，我可以去收集情报，就是知道说哎，成大在工业设计系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发表。那对于同学或是老师们，我们要投稿期刊的，就是同学你可能不需要投稿期刊，但是你也需要了解在这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期刊，我该怎么做呢？一样哦，这篇文章我们有注入什么样的资讯就可以从栏位里面找到。所以在这边你看这篇文章它是这个期刊来源哦，那你就可以看到一样透过 Web of Science 的这个进入的画面，这时候我的栏位就改成出版品名称，我把刚刚的那一本期刊，也就是台科大的这本期刊，把它名字丢进来之后，我就可以去看到这个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的这本期刊近期它都在收录哪一些主题内容。如果你是要投稿在这本期刊的，那你可以透过它所收录的内容去掌握主编收稿的习惯，以及它的这个主题的方向，可以降低你被退稿的风险。那对于同学来说，你也可以持续去了解说在这些上了这些所谓的国际期刊的这些文章，它都是在发表什么样的一个研究。那另外一个是比较进阶的，就是还记得一开始我告诉大家 AHCI 的一些学科领域吗？那我就可以透过 Web of Science 里面有个叫进阶检索，它就是可以去帮你找到所有属于艺术领域的文章，总共有8000多篇文章是被归属在这个艺术的这个领域。这时候你找到之后，你只要按右边的这个分析结果啊，刚刚大家在页面上面看到的这些栏位，这时候请你如果你要找投稿的期刊，那你就可以在这边点选来源出版品标题，你就可以看到归类在艺术领域的这些期刊总共有哪一些，那大家就可以去新增你自己的口袋清单哦。另外一个方式是，如果你是真的要去投稿的，大家有在用 EndNote 的哦，记得要去用 EndNote Online， 但记得在 Web of Science 要注册你个人账号。那在 EndNote Online 上面，它有一个利用大数据的一个分析，帮你去做建议投稿的清单。你到了 EndNote Online 之后，去找到比对的这一个选项，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标题跟摘要复制贴上，然后再去按右下角的寻找期刊，它就会利用这个数据分析跟文具比对哦，资料剖析，去建议你有哪一些期刊是可以去做投稿的。那一样的这样概念，除了在 EndNote Online 以外，我们还有在这个 Master Journalist 里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叫 Manuscript Matcher，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概念去帮你找到更多可以投稿的期刊。那这个部分都是额外给大家去做个分享，这都是免费的，可以让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搜寻。那刚刚讲到了这些是属于这个学术期刊，那展览呢，展览也可以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找到吗？如果大家回想一下 AHCI 里面有一个资料类型叫艺术展览 review 浏览，对吧？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部分大家可以试图的去掌握，就是
有一些由博物馆或是美术馆自己主办的期刊，在这里面呢，它其实就是定期的会去做它的一些展览的介绍。那从里面，如果你持续有在关注这本期刊，你就可以在 Web of Science 里面去找到。比如说像这一个例子，它是跟尼安德人有相关的一个博物馆，你去下载全文，从全文里面就可以知道它的展览是在做什么的，它的展区怎么布置，每一个展区的一个介绍，透过文献去让你了解这个展览。那如果你不知道说，哎，有哪一些属于博物馆或是美术馆自己发行的这些期刊被收录在 ANHCI 的话，你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做，就是一样回到 Web of Science 里面，这时候栏位我又换了，叫文献类型。文献类型这时候我就会找刚刚的这个艺术展览 review 啊，去帮你去找出来所有的属于艺术展览的这个 review。所以在资料库里面有20,000多篇是属于艺术展览的 review，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去看。从中间我选了这个第二个这篇文章是这个 Hampton 的这个展览，从里面我去下载了全文，全文里面去介绍了他的这个展览以外，还有一些图啊，就照片，就告诉你他们怎么去设计使用者互动区，去介绍这个时光走廊，然后它整个技术设计的艺术概念，你可以借由文献去了解展览的一个规划。所以 Web of Science 在整个资料库里面不是只有所谓的论文研究，因为人文艺术这块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域，所以不是单靠文献就可以满足各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在里面，大家知道我们有提供一个跨领域的，甚至刚刚跟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文献类型，去帮大家了解更多在艺术或是设计这一块的相关的研究。同学们也要试着去养成阅读这些学术文献，因为可能会帮你启发一些你设计的灵感哦。从阅读期刊的文章，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帮大家去开启了从阅读论文的第一步哦。那刚刚介绍了一些工具，免费的工具，大家也可以去下载它，因为它可以帮你去更快速加快你的一个学术研究。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一下我们的这个部落格或是我们的粉丝页，我们在里面会有不定期的一些科学领域的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介绍，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聊天的这个地方去留下你的问题，然后我们试图再找一些时间来回答您。第二堂课是由这个硕瑞资讯我们的代理商的讲师来帮大家介绍实际操作怎么样去使用 Web of Science， 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边看着这个荧幕，然后一边打开图书馆的网页进去 Web of Science 里面去一边使用。好，谢谢大家，谢谢。